What are the three main stars of our best ticket? 准备好了吗 ？3, 2, 1。舞台上载歌载舞，活蹦乱跳。你没看错，这是三位超人气的三丽鸥明星 ，Hello Kitty、库洛米还有美乐蒂，竟然活生生的同时出现在桃园机场。不过他们可不止出现在这里，往停机棚一瞧。原本绿白相间的机身，竟然出现相框里捧着脸的三丽鸥家族。机舱内从餐盒、餐具到拖鞋，通通都是三丽鸥。这是长荣航空与三丽鸥公司携手推出的第一架 Hello Kitty 彩绘机。28号举办首航仪式，准备飞往芝加哥。这一次我们跟三丽鸥合作推出的算是第四代的彩绘机，它一共有三架。那今天先登场的是闺蜜机，今天是第一架的这个闺蜜机，那另外两架在年底以前会陆续的推出。长荣航空总经理孙家明也表示，今年暑假期间载客率不错，包括长线、东北亚载客率都在90%。而在货运的带动下，预期8月营收较7月时成长。对于成本的考量，孙家明则回应：因为油价是浮动的啦，受到地缘政治啦、供需影响相当的大。那我们也密切观察油价的整个的变化，但重点是我们还是要想办法增加营收，来克服这个成本增加的压力。彩绘机航线除了有现有的郊游机、派对机和梦想机，还有首航的闺蜜机以外，年底也即将会登场两架全新彩绘机，到时候将会有6架彩绘机同时上线，让不少民众都相当期待。民视新闻周秉瑜桃园报道。